都十点了，这个小家伙还守在饭桌前不去睡觉，暗示我再给他来点夜宵。今晚不可以的，他们都已经睡觉了，你也下来刷牙睡觉吧。好吧。好，走，我们上来吧。粉色是妹妹的，蓝色是图图的，浅蓝色是杰瑞的。这个牙膏是超好闻的蔓越莓口味的。杰瑞的地包天真的绝了，因为上下牙对不起，只能上牙和下牙分开刷。好了，去睡觉吧。接着躺下睡吧。图图，哎，你就躺这里，我怎么睡？